今天是介乎五十二跟五十三的关键点，所以山上有木呢，就可以时来运转，可以安居调养，可以打好根基，因为打好根基在良心。今天我把它点出来了，五十二卦叫做艮卦，五十三卦叫做震卦，震卦才叫做良心，因为艮上面长一个树木，木头就是叫根，良心就是你的根，哦，这第一个。意大利宗教裁判就有一个巫术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 Dr. Massimo Interregno，啊，他就是用宗教的裁判的观点来看。我们在练刑法的人很重要，就要练1532年的卡洛琳娜刑法典。那1532年呢，最主要就是针对红头发的巫术的人，就要把他判刑，要把它烧掉。那我们今天是开始春暖花开，就要从黑暗，从巫术步入到科学时代，所以这是很重要的。相对论呢，我们不转真跟假，其实不是相对，也不是绝对，大家是看你的认知，看你的选择，看你的要不要选择。所以我们真假大小是非对错黑白白黑正歪，其实就介乎是艮或者是良，艮心或良心而定。我今天要谈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步入新常态。新常态呢，最近你只要用搜寻呢，就是 new normal。 new normal 新常态呢，我有着新的旧常态，旧变态，新常态，新变态。那只要新常态呢，就有所不一样。现在变数位化时代，现在所谓AI 时代，或者是所谓的生物科技时代，像陈老师所讲的啊，现在整个都在变，瞬息万变，大家都要改变。那我们知道历史呢，往往是重复它过去的 ，history repeats itself， 但是历史也有不重复过去的，历史也有永远是你看不到的。所以你不能够按牌理出牌，所以荣格打怪告诉你的是不按牌出牌的哲学，这是新常态。所以太极门案呢，有可能会转变，因为今天听了我的话，你不会再用艮卦，不要用愚人节，你一定要用所谓的新的良心，用以民为本，良心行政，这个东西非常重要。